为了买豪宅，英国女人变一英镑兼职王。这间100万镑，即是差不多1200万港元的豪宅，是不是你 dream house 呢？29岁英国牛津郡兼职教师夏基，就为了一家四口住入去 dream house， 想出狂做廉价集中大计，最便宜收1英镑一份，做足100万份就够钱了。他还开了个 amillionjobstodo.com 网站接 job， 帮人设计时装。他不知几拿手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 BB 仔 T 他都懂整的，整蛋糕之外，连收脚甲、执狗屎他都做。10个月他赚了差不多18万港元，不过有排波。但夏基说，就算梦想屋被人买了，有钱在手，揀个间咯。